啊，你在干嘛啦？想看他们钻进去吗？怎么会有众人啊？不要看，不行啊，进不去，很烂的、欸。你们是玩恐怖游戏啊，不然我来看你们玩恐怖游戏啊。那我们来最分享喵他的画面来给观众。我看好了。我没开台啊，我是美差。我看你的一定很雾，因为你玩一玩，你只有那个上传率，到底是要怎么看你的？他是讲日文的、欸。哦，对啊，他配音还蛮赞的，而且配的不错，真的配的不错。哎，光虎。有几个配音还蛮香的。没有那种。你要跳了没？好啦，调好了啦。干嘛？你们跳什么、啊？我在看剧情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搞什么啊？你们看喵哈的影片，实况组都这样子的吗？都跳来跳去的吗？啊，这边观众都看过了，看过了。哦，是啊，有看过了，好吧。我们还要解谜哦，这游戏要解谜哦，头好痛。他给的位元率也蛮好的，目前看起来。对啊，没有想到720吧，我记得。嗯，720三十 P。我已经懒得吐槽了。他完全不想理我。怎么感觉一点都不恐怖啊？因为我们这边都解过了、啊，我们这边会重来的原因是因为凯基死掉了。Yeah.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完整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？什么叫我死掉了？我怎么死的？我怎么死的？你要不要看一下我怎么死的？我待会传给他们看那一幕，这太难解释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李丁来玩这款啊。啊，不要，拜托、啊，你跟李丁玩，我一定会爆气，我才不要。我不想让我的喉咙再沙哑一次。你是不是想重来？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要再弄一次啊？凯奇被我关起来了。你不要给我乱动！你打开了没？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我进来了。所以你下来了。对，你就从最底下旋转。耶、yeah, ！我要去看。我看哪里怎么旋转，我看什么，我也想看。快点，你趁这个机会开那个画面分享给我们看。哇，你真的在一楼哎、欸！哇哦！都天起都臭傻了。回去玩。好的。你家门前有小鬼，所以我开那个钥匙。后面有土石流。哎呦，开门了哎、欸，好恶哦、喔。然后呢？我不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没碰过的地方。我可以拿灯笼哦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拿灯笼。哎、哦欸，我觉得这个人偶身材很好哎、欸。他要把那个钩给做出来。对啊，你们在、這個、你在干嘛啦？我开腿、啊。他腿好短哦。我现在也没办法碰他，所以我们要下去找他的头。啊？哎呦，下去有恐怖的东西吗？没有。I don't know， 我们也是今天才刚来。我现在看你们两个画面都好清楚哦，我这边可以一直看两个，超爽。各位，你们想看到全画面的话，两个人的视角，我这边可以看哦。这、哦、是新东西耶！土火金水崩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看这有人哎、哦！什么人？好丑、哦！感觉一点都不恐怖。我觉得这旁边这个也是。我觉得这个鬼神比较帅、欸。真的、欸？他等一下就会动，我跟你讲。哎。他会不会等一下动起来砍你们？啊！你在干嘛啦？想看他们钻进去吗？怎么会有众人啊？不要看！看不行啊，进不去，很烂的、欸。好了，不用要通灵。哎、欸，这里有路哎、欸。他的那些画前面都有几根蜡烛，不知道有没有关系？七根。我走这边可以移动这些蜡烛吗 ？OK， 谁要上谁要下。啊！又是这个哦。要分开了，要分开了。这是什么？要分开了，他一上一下了。哈，确定吗？这看起来就一条路哎、欸。干了，你爬的你好像壁虎，好恐怖哦。好丑哦，这爬起来的动作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就漂浮啊。什么意思？有画，它是画。一幅战争摧残的画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水灾吞噬的坏画。啊！哎呦！你为什么？可是他有点帅哎、欸欸，红皮肤哎、欸，很性感、欸，觉得还蛮香的、啊。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恐怖？对啊，就不恐怖、啊，哪里恐怖？还是我要啊，我要告诉你他怎么走，是不是？讲哦，
可是不是，他有两个呢，不是他不止两个，他有三个呢，他有三只鬼。没有走过的。我这里有一个东西可以按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帮得到你那边。有可能哦，你可以按有可能，应该可以调整他的路线，或是把他们挡住之类的。我猜猜啊，风水金木火土。那个刚刚我们走下有个漂浮的话，你还知道在哪里吗？妙哈？啊，就你下楼梯啊，就这个楼梯下去以后啊，喂，我觉得根本不用爬楼梯，直接坠楼比较快。没有那个石头左边，妙哈左边那个墙壁，对对对对，我看到我看到这个这个台风风水晶，风水晶 ，OK， 对啊，顺序呢？哎，我怎么觉得是我转到了？哎，啊哦啊，水晶风，水晶风。水晶为什么是水晶风？是那边过来了，逻辑在哪里？应该是从那个洞里面看过来的顺序。所以这边第三个，你走错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告诉你啊，啊还是你有看到、啊？哦，你有看到？你看着我的画面，你还可以走错呢，吼。一二三，我现在看不到。这里对，这边三对，走两个，你先走两个。好，往右走到底。然后，干脆你还是讲一讲算了。一二三四，走前前面四格，一二三，停，好，走三格，一二三。我有没有觉得上次跟杰瑞也在玩这个类似？好，往上走。喂，他会，你要顺便躲他们。你要顺便躲他们。在正确路线之外，你要顺便躲他们。哦，那你们讲给我听，然后我看鬼。第三格，对，这边走两格。OK， 停。好，直接走到底。结束了。你给人的哟。哎，可是往回走是不是也要那个啊？你要把阿头拿回来。哎，往回走才是问题吧？等一下，往回走。往回走应该是一样的。你可以帮他，你一样的。你可不可以站另外一边？那个凯吉，你 可不可以站另外一边？对对对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再过去了。他要从哪里开始？从头吗？哦，没有哦，那就好。你回来了吗？你回来了吗？哎、欸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不是就是很喜欢听他吼叫？有一点，不是我被他挤到的哦。你那个凯吉，你站在刚那个位置就好。一二三四，往上走一格。不是，那不是往上，那是往下。然后往哪？这里。对对对对，四格。几格？四格。一二三，听这个好。然后你要死了，然后你就死了，然后你就死了，然后你就死了。那你这边好像要等他。走到剩一格的时候往右走。剩一格。走到剩一格，往右走，往右走，两格，再一格，再一格，再一格，好，那走出去，过了，是啦，啊 ，finally， 啊，好烧脑、哦，我知道，我觉得我完全没怎么样，然后小光感觉好像很累的样子，很累啊，因为小光不会不会这一种啊，走了走了，我会啦，我会这种啦，小光不会这一种，爆很，我会啊，我会这种啊，怎么不会？哎、欸，所以。凯基，你看得到我拿阿头吗？没有，那在背包里面吧。你居然把一个背包里面，我累是因为不是我自己操作，我很累，用讲的很累。我要去装，从后面装。切，他复活了吗？还在进行剧情。啊，所以我们两个要死一个啊，是结局了，是不是？跟我们上次就凯奇就死了。We are still here 一样吗？We are 所以跟 We are here together 一样吗？要有一个牺牲。屠夫进了，哦，绳子，所以要把一个人绑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什么意思？那就绑凯吉啊！啊，绑我耶！好久没反应啊！哦，按了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捆绑哦，两个画面不一样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画面不一样。我是把你弄死哎、欸！没有，两个都死了，不是吗？哦，真的耶，你们两个看互相看到是互相用
应该是、哦、应该是一个幻视吧，就是对啦，看到的是会把对方绑死的感那个的画面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绑吗？不知道，我们还是拿不起来、啊。对啊，拿不起来啊！我们两个第一件事就是先冲去拿的绳子。啊啊啊！什么意思？我死了？是凯吉死了？喵死了？我是男生角色，那就是喵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刚才就按手，我刚按绳子啊！我刚按绳子、啊，我刚有按绳子啊！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？结束了？你们不要跟我说你们破关了、哦，我会傻眼了、啊。是那个 Andy 很棒。我们这个游戏前面是已经玩了快三四个小时啊，确实他照理说应该很快就要破。为什么有枪声啊？而且为什么你们看到的画视角是一样，可是东西不一样？哦，对，这好酷。那我说我死掉了，不是吧？你苗哈没回来，凯吉回来了。凯吉回家了。可是凯吉是死哦，对，凯吉没死，可是凯吉回来了，苗浩死了，所以苗浩在哪里？你自己看我的画面，好多血啊、哦！我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再见。那我先等凯吉那边跑画面，我再跑吗？还是没有、啊？你们两个同时啊，同时走啊，他在他的房间，你在你的房间啊，你们两个。为什么凯吉是跑到主页？什么主页？哦，因为我在切画面，我看到你耶。你好酷哦！哎、欸，你现在是20，然后你还来找我索命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你在哪个？你在这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他那个窗户，那个窗户。对，你在那个窗户那边，然后。哎呦！哎呦！好胖！哎、欸，是你耶！你来找我索命了。然后你把我拖出去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看喵他都没有动哎、欸。我画面的姿势没有动，我不知道是我游戏 crash 还是怎样。照理说，喵他应该开门，然后。对啊，为什么我画面卡住了？我的游戏嘞！我喵他还卡在这。哇！哎、欸，我游戏卡住哎、欸。哦，你好烂哦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。我看到了你永远卡在这边，你就真的打炸掉真的。哇！你真的永远当鬼了，好扯哦。哎、欸、我画面怎么黑这么久？因为你在等另外一个 player， 但是另外一个 player 现在游戏 crash 中。嗯，哇，太厉害了吧！这游戏真的是满分呢、欸。还好我没买。你不觉得我上一次那款我上次玩出的那个结局比较棒吗？哪一款？又玩的、那个结局应该那个结局比较棒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我现在只能强制重关掉游戏耶。但强制关掉游戏是不是又要再重来一次？啊，我们可以去看别人的结尾就好了啊。可以不理他了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删掉了吧？这样结束了吧？但是结束了吧？反正就大概你就把我掐死，就这样而已嘛。应该我也觉得差不多啦，就这样而已吧。对啊，强制结束啦，烂游戏啊，没有好游戏。我觉得小光你真的有机会没有？不会，你听他还加入愿望清单，你邀他，他一定超高兴。他加这个游戏愿望清单，他是有病是不是？还好吧？你刚不觉得恐怖不是吗？对啊。我不觉得恐怖啊，可我恐怖的是这个游戏很多 bug 啊。所以你知道实况要有效果就是要 bug 啊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好，我要给小光看我们上次玩的那个结局是长什么样子。我们上次玩的结局，我已经没有看到你们的画面了、欸。啊，你我丢了。大家看大家贴图，看一些影片，是影片哦。哇，帮你装一个观看数啊！你这样赚一个观看数是有多少钱啊？哦，是也是啊，我看一下。有了。你那里嘞？啊，你又要多按一遍了。我等一下。问二喵啊，好吵、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怎么掉下去了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卡 bug。我上次玩到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凯吉掉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呢。我觉得他没有做 kill 的能力。哎，到底是哪边人在笑、啊？我听不出来，两个月都有人在笑，然后我到底是听到哪一个人在笑？笑比较爽的是影片，笑的比较爽的是我觉得没有做 kill， 我真的快笑死了。哎、欸，你要庆幸我当初玩这个结局，不然你就要饿更久，好不好？还好我没有玩这种烂游戏。耶、yeah, ，吃饭喽！看你们玩就好，好开心啊。可是他的，我觉得他的场景意境是还蛮……我觉得还可以，他的故事是好的，只是游戏只要把他的那个解谜做一个连贯性的话、嗯，我觉得是还行。他就是解谜太通灵了。
解谜啊。对啊，连刚刚那个最后那个莫名其妙，而且他还风水，他还推一点风，推一点日文。哎，凯蒂播个生日快乐歌吧。哎，对耶，对耶，生日快乐！我们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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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，一起来，来，生日快乐歌还会唱吧？生日快乐歌怎么唱？来，一二三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这群人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小，祝你生日快乐哟 ！Happy birthday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快乐！